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e，Miss 姐。我今天要教你们是 Minecraft Fudge 的安装教学，下载点。载点是这里，我会放在那个 YouTube 网站的下面。我是要教的1.5.2。下载呢，通常来说，我们都下载最后面这个，这个最后面这个是通用版。是单人跟多人的那个通常用的下载点。先打开 Minecraft，我的 Minecraft 不是不 不是 不是 正版的。等以后有钱的时候再买好了。打开才知道自己要进来，先把 Minecraft 关掉。BIN 点进去有 Minecraft 开启档案。先把这个 NETANNF 删掉。这个也删掉，一样的东西都删掉。然后再把所有的东西抓进去，丢进去。用掉以后，关掉，看一下有没有成功。Yes，成功了。成功以后呢，这边就有个 NODS，这样就安装成功喽。今天就教到这里喽，大家再见喽。